六根清净里面呢，上个礼拜讲到两只讲两个哦，眼耳。那这个礼拜从舌开始，从鼻，眼耳鼻，请翻开648页，648没有东西。事实上一个眼会过的，大概其他都是一样的东西哈。好，649页的下的那个底下的白字。我说再谈鼻根清净的功德，现在就鼻子哦。那鼻子为什么只有800？因为鼻子我们有出入气出气，没有入气出气没有办法可以同时哦，所以它有遗漏哈。常精进啊，如果善男信女能够受持法华经，或念读或背诵或解说或书写或印制流通，便能成就800鼻功德。以这父母守身清净鼻根的话，嗅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的香气，如须曼那花香、舍提花香、茉莉花香、占波花香、波罗罗花香，翻过来咯，波罗罗花香、那个红莲花香、青莲花香、白花香，还有花树香、花果香、沾南香、沉水香、多摩罗巴香、多茄罗香及千万种和就是夹夹做一伙的香。或成细末，就是把它那碾碎，就刚才那块的幸福感罐，安尼沾那个叫幸福感罐，或做成圆丸，或涂抹的香料，受持法华经者，于娑婆世界安住，都能够分别了知这些香气。好，那下一个又能分别知晓众生的身香，这是众生的身香哦，像象香、马香、牛羊等香，或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香及草木丛林的香。或近或远，所有一切的香，受持法华经者，都能一一得闻，同时分别清楚，不会错乱。那过来的六百三第三段，受持法华经者，虽住于此地，也能嗅闻天上诸天的香气，如天树王香啊，巨皮陀螺树香及白莲花香、大白莲花香、红莲花香、大红莲花香、旃檀、沉水等香木，以及种种的墨香。各种杂花香，像这样天香和所出的香气，都能嗅闻知晓。那现在下一个就是就嗅闻天上的那个所有的那个香气哈。下一段又能嗅闻诸天人的身香啊，这个的天听啊，有如四谛梵音在圣念上享受，翻过了六一，享受五欲娱乐嬉笑时香，或在妙瓦堂上，这指四谛梵音的那个妙瓦堂上，及刀立天等，及刀立等天说法时香，或一个园林游戏时香，及其余天诸天的男神女仙女们的身香，都能全部于地的下地遥远嗅闻。那下一段，这个鼻子的声哦。651的第二段，像这样向上辗转到色界的梵天，更上达。你看这个地方上达是什么呢？上达无色界的有顶天。这个不为什么无色界呢？因为有声香，即使你那个不动，不是只有色就尖尖，那个人那个不动的那个无色界四层那个地方，只是我们看不到它，那个是有声香的。所以这个地方的那个同样是上至有顶，但是这个有顶的话是最高的无色界的飞翔天无色界，所以跟上面的有顶欲界那个有顶天那不一样那个色界的最顶天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无色界的有顶天。诸天的圣香也都能嗅闻到，并闻到诸天手烧的宝香。对于声闻香、辟支佛香、菩萨香、佛陀香等四圣的身香，也都能遥远嗅闻，知道他们所住的地方。虽然嗅闻到这些香气，然于鼻根，却一点也不会执着污染，不会损害清净的鼻根，不会错乱。如果想把鼻根所得知的事分别为他人解说，意念分明的话，不会有一点差错。这个是鼻根，下面的话是一个偈子。那么跟各位讲整个里面，所以他这个里面。有顶天，它就不是色界的有顶天，它是无色界的那个飞翔处天。换句话讲，很多的阿罗汉是在这个地方，阿罗汉是有声香的啊。这些阿罗汉只是他以为他已经达到涅槃，那就就一直在上面去。因为这鼻根的话是严格讲是对修行人，对我自己这辈子的话是最深切的。
我从这个 B 根里面呢是比较亲切。我从楞伽经跟各位谈起啊，可以讲更早，因为在那个地方哈，我在楞伽的时候，楞伽因为我住到楞伽一半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过，我后来我就把它停掉，停掉大概2个月，我是没有动的，我就把它楞伽经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啊，就是因为我前期没有办法可以贯通，所以我就把它摆在那个地方，我没有收尾巴啊，就我身体就断断坏。身体断断坏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哦，身体断断坏也不能坐，也不能睡，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自己就是好像觉得就马上会回去啊，很奇怪的哦啊。对你后来我自己就这样摸啊摸摸摸，就看那检查什么病也没有，就反正就是你也不能坐，也不能睡，通通都不可以啊。但是如果要出来讲经的时候，他那段他就给你出去啊。回到家里的话，根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就是我想我因缘到了，我以前没有受戒，我在住前楞伽经之前我没受戒，我就给他住啊。我后来一看的话，法缘到了啊，就是刚好悟明长老，就我说这，他刚好是要收官，99岁，他等要闭关，最后说他要收最尾巴的那个徒弟啊，我就跑得去。那个时候受菩萨戒是5天，很长哦，5天还是7天，我忘了。那这样的话，那个法师一开始做法事的时候，看好像我是法相，好像还不错，都叫我排第一个，都叫我这样带队，就说一队的人受戒，我就第一个啊。排一趟两趟以后，他就觉得我不行，哎，有办法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因为我对法界的那个所有的仪式，我都他们都会念那个东西，我通通都不知道。那下我在注经，我注经，也就这辈子重新回到佛的境界。啊，所有的你，包括他们那个什么，他们哎呀，那个大悲咒，他们都那个一般人去受戒都好会背，他们一哔哔吧啊，哪个要做什么，他们都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就反正就跟着法师后面啊，要做什么，我都通通都不知道，这样看得好像我只有法相有啊，但是我没有啊。在受戒的时候，我跟各位讲，为什么在深香的地方，我特别跟那个哈啊，做的在海明寺受戒的时候，他是住通铺啊，不是讲我身体断断坏去受戒吗？每个晚上我都闻到那个药师佛那种香，每个晚上睡觉时啊，就那种香哦。问隔壁说他没有啊，晚上都没有啊，他那风就是从你这样整个就每天都这样，你说冷也不会冷啊，就这样天五个晚上都是这样，啊回来就没有了，回来受完戒回来就病病蹦蹦，就楞伽经就把它完成了，是不是在楞伽的时候，药师那个哈、啊、整个里面，之后的话，我上次也跟各位提过，在这几年的话，大理上去年我跟着那个里长那个到日本去考察，那个香不一样，那个是它是一个天王，就是大概就是一个不是正统的佛教，就是也是一个天梵，也是一个天神的那个香，因为他守着树神。所以我跟各位讲过吗？我到那个大阪城去啊，因为是最后一站了，所以去的人也不多。啊，导游反正就是，反正他已经任务要完成啊，他要去的人就去，不去的人就不去，反正就大阪城，大家都去，百货公司都去，就去去了啊，真正去的没有几个啊。去到目的地以后，因为我是很快走路很快，我就进去，一进去时我就有闻到香味了啊。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日本的那个神社是没有烧香，没有什么那些东西，那是有天神在守的。啊，但是那个不是，就是一般的天神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何时稍微静下来。但是因为他在哪边不能打扰啊，所以我在那个考察日本报告的最后写阶段，你会看的人就看一看，不会看的人就不会看。啊，就是整个里面啊，一停下来我就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地方是有天神在守的。啊，后来导游进来啦，他因为他有手册啊，他说这个地方有一棵神树啊，几百年的。啊，问题是他自己找也找不到神树啊，就到处都找不到啊。但是我应该大概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有守树神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也就快出来时，因为我快走了，人的因缘就是这样啊。啊，我就核实好、啊、看看有没有那个机缘可以看得到。哎、欸，这样一看过去，就好像一个小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套理工啊，那 gay 啊，那哈在前头这样啊，他就那树是躲在他后来他的很后面。啊，你就这样进去，只要到那个地方，它的后面啊，日本人很保护，日本人用啊干那那超市啊马行啊，把它下面都包起来。一看的话，我说再请大家去，那他们就看我，那个在地方在看什么？那过来看，那就那个地方，那个树神就在那个地方，那也是天香，哦，天香啊，我也跟各位谈过，那个在哪个地方去的，在成年禅寺，成年禅寺我也去过。
成年禅寺我们也一也是一一些一些人去啊，我问大家听没有，成年禅寺我是成年禅还没有到成年禅寺，只是在只是到麓山一下来麓山我就那，所以我知道成年禅寺是大概那个什么那个师父是他是有修的啊，他那个地方很多很多仙人聚在那个成年禅寺，我是有那个相聚。我也跟各位讲过，你们如果要学禅坐，就跟那个六祖坛经做那个林老师林崇安老师，你就到他那边，他那边我闻过天香，他那个在很山上，他那补助线都还要坐自行车上去，好像、没有人的情况下、没有人哦，啊，只有挂还有几个蚊帐在那个地方，那有神仙在那边守，啊，最后就最近闻的那个威力禅，那威力禅是我知道前后一定就是前后，啊，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所以你那个就，所以鼻根是会，你修到等一下还有一个，啊，你修到一定的时候，它是会，啊，因为天太多，你看这时候天上的，你看那这段六五零的下面这段，如果你自己有的话，又闻诸天的生香，因为那天人的话都带香比较多，啊，只是说他的香气是跟他修行的那东西，每个那个香味是不相同的。啊，所以你看，有的佛是盖得很大，那些那只是物体的建设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在守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生香严格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亲切，非常亲切。啊，你整个里面或整个啊，各位的话，把这等一下我要告诉各位，他这边在讲什么？好像，我这匆匆忙忙有法缘，要不然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在讲。哎，我今天最后因为。很忙啊，最后要奖金的时候，最后稍微做一下，哎，怎么一直是以前都没有想到他这个在讲法师功德，好像都在讲给你讲，好像什么生什么生哦，严格讲这几篇文章在讲什么，一般人可能都没有掌握重点啊。等一下我告诉你，你一下大概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在说什么地方，我们再看他的那个鼻根清净哦啊，所以你自己也上次我跟各位谈过了，因为你。你不要觉得你正神一定斗赢那个邪的，那个神魔就是正神跟邪神啊，是两个是那个是佛魔是两，你不要以为正的一定压一个的，你要都要互相尊重啊，互相尊重啊，整个里面啊，我们再看他的句子好了，句子讲完以后再跟各位谈谈这个东西啊，来，他的句子你看很快哦，六二句子，你看，此是释迦牟尼佛想要在这宣达上界义理而已。句子说，啊，受持法华经的人，以父母所生清净鼻根，于这三千大千世界内，或香或嗅的种种人物，都能够嗅闻知道。啊，如嗅至须曼那花香、舍提花香、多摩罗跋花香、旃檀花香、沉嘴香这香的名字哈，桂香等种种的花果香，及嗅至众生香哦，男子翻过喽六五三喽，男子香、女人香及说法华经者，虽在远距离香气遥远的地方，也都能嗅闻香气的知道，知道它的所在。下面的话，有大威势的轮王的。转轮王，小威势的转轮王及王子臣僚工人们受持法华经鼻根清净的人的话、哦、能够嗅闻香气知道他们的所在，身上所佩戴的珍宝，地中埋藏的宝藏及转轮王的女眷，受持法华经鼻根清净者嗅闻香气知道他们的所在、哦、一切用以庄严身份的物品，如上好的衣服、珍贵的璎珞及种种涂香的香料，受持法华经者鼻根清净的话、哦、嗅闻香气知道他们的身份与所在、哦、天神们或行或坐或游戏或神变，受持法华经鼻根清净者，嗅闻香气都能够知道他们的身份的所在。哦，下面也是一样，再下来，对于各种树木的花果及酥油的香气，受持法华经者，对于此地都能嗅知它的香味，知道它的所在。对于在于深山险谷之处，旃檀树花开，众生居住其中，受持法华经者，住于此地。闻香都能知道，在铁围山大海及地中的一切众生，受持法华经者、哦、都能闻香而知道他们的所在。好，过来，六五四也是我们跑的哦，还没六在阿修罗男、阿修罗女及他们的眷属打斗争吵游玩戏耍等事，受持法华经者闻香都能嗅知他们的动作。
哦，在下面一段，在旷野险阻的地方，狮子、象、虎、狼、野牛、水牛等动物闻香而知道他们的所在。如果有怀孕者的话，未还没有还不知道胎儿是男是女性别的时候，或者是这胎有没有正常或者畸形等等的话，受持法华经的话，你到一定程度闻香都能够知道这一切啊，利用也利用嗅闻香气力量的缘故，知道孕妇的怀孕胎儿成就不成就啊，就能平顺平安顺利的生产胡子。关于这怀孕的生产这儿子，后面还有一个一生怎么生男怎么生女，后面法华的功用还有哦，因为用嗅闻香气力量的缘故，知道男女所想念及染着贪欲嗔怒愚痴的心，同时也能嗅知修善的心念哦。下面也是一样咯，这个鼻子很长哦，地中埋藏的宝物如金银等珍宝，铜器所剩物，闻香都能知道，种种的璎珞无法辨识它的价值，闻香知道它的贵贱出处及所在，六五五咯。天上的种种花如白莲花、红莲花、天树丸，闻香都能知道。天上的种种宫殿上中下差别，各种宝花庄严，闻香都能知道。天上的园林、圣殿、楼观、庙瓦堂，在其中而娱乐，闻香都能知道。天神天女们或为听法或享受五欲娱乐的一切的来往坐卧一举一动，闻香都能知道。天女所着衣或妙好花香庄严哦，追逐游戏的模样，闻香都能知道。那下面这段的话有稍微这样辗转向上，达于色界的范式，或入禅定，或出禅定者，啊，闻香都能知道。光阴天的话，就是二禅的光阴天；片净天的话，是三禅的片净天。到达于有顶天，色界的最高有顶天，或出生天上，或报尽退堕的话，闻香都能够知道。下面一段，比丘尼们，于法常精进，或禅坐，或精行，或读诵经典，或在林树下专心一意的坐禅，受持法华经者，闻香都能知道他们所在。菩萨们自愿兼顾，坐禅办道，或读诵经典，或为人说法，闻香都能够知道他们有没有精进。那最后一段哦，那个在方世尊有没有？那就是就好像处处，哦，在就好像处处，他这个地方啊，哦，在方世尊就好像处处方的世尊，哦，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世尊，就在方就处处方的世尊，哦，因为在我们用习惯用起来好像不那，哦，在每一个地方的诸佛世尊，尽我一切世人所恭敬，或怜悯众生而演说大法，闻香都能够知道。众生在佛的座前，闻香都欢喜，如法而修行，闻香都能知道。最后一段哦，最后一个句子，虽然还未修得菩萨的无漏法身鼻，他的鼻子还是一个肉鼻这样，但是能够受持法华经的人，蒙受法华经的经历的加持哦，却已先得到清净的鼻根，用父母所生鼻根的能力，可以如功德是如此的殊胜。这里面的话，因为闻香我再给各位举哈，因为闻香的话你大概这个有是天生俱来的哈，我大概你去看我那个六祖坛经，我大概小四的时候我就接触一贯道，我们现在很穷苦啊，但是我父母就当时听到人家在讲一贯道，我父亲的话他大概有这个是有他的福报，我父母亲用很辛苦的情况下设了一个佛堂啊，就设了一个佛堂啊，他们一天到晚忙，他们哪里有拜啊，拜那个设佛堂以后，拜佛就变我的工作。拜佛变啊，家里是没钱，设佛堂就是只有把那个就一个弥勒菩萨，啊就是天地人，那些东西啊，我先给你讲天地人啊，我们讲那个乡下人啊，乡下人我跟你讲说古董的啊。说古董的到乡下去，然后的话都会跟你讲啊，哦，你这个很值钱啊，那乡下人就只要讲值钱啊，多少钱的话就卖给他啊，什么都卖给他啊，我们家什么通通都卖光光，都没有的，都没有剩，但是唯一那个东西一直也都没有。然后大概前几年那很奇怪，那个天灯突然跑出来，天灯就是就那个当时一贯道那代表天灯啊，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那个东西啊，大概我就四年级，我们拜是用怎么拜呢？用这个就跟这个前面这个不太一样。你也只得意啊，你知道不？这得意啊，咱这得意啊，
啊，现在都还有租那个一租椅子，家里的钱贫穷，哪里有说我们那个用那个坛这样拜没有啊？就用租椅子啊，就这样那个哈、哦，就是每天早上哦，那个照那个李明雄的诸天行经啊，就这样一直下来啊，最后一个都去完忏文啊，每天早晚功课都我做，那个奉茶也都我奉啊，我从四年级拜到六年级，就小学都因为不能跑开嘛，那、啊、都在家里啊，四年级五年级大概到五年级就有天香了。因为我们家大概有三五个人来帮我们家做事情，啊，做的时候啊，我们家就要我太太，我们家的话是田中就有我们一户，我们没有邻居啊，那乡下哪里会有人烧檀香？就我们就只有我们一家，啊，我们没有左邻右舍，啊，突然啊一段期间那个就会出天香。啊，那些人啊，久的话，他们就知道，他们就因为小孩子会玩啊，四五六年级那怎么不会玩？那这小朋友好会玩，我们庄里很大，还到河边去那东西啊。他们一闻到香，那些人帮忙的，他说赶快叫你哥哥来接驾。那个是无心的拜，四年级、五年级就这样，天天的就用猪在猪椅上就这样拜，要一天要拜很多很多喽。最后的原谅要就诚心这样，没有都完全没有祈求啊。这样的话，他会出天香。啊，我们人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太厉害了，我们的五欲的话，我们什么的话，还没有什么拜一进什么的话，都是一个小狗，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什么报啊，这个去能够那个东西。那小朋友哪里会有什么事需求？每天的话就照他那个的点点书传出来哈，明明想得十克啊，诸天行情五克啊，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啊，十克一直到那这样，反正就每天照他的刺激，就哪里就当做自己功课，每天就这样拜，每天就这样拜啊。啊，每天要先奉茶、哦、啊，先点天灯、地灯、人灯三灯点了以后，然后就奉茶啊，奉茶的话就从十扣一直拜下来啊，最后一个是圆，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我要下圆节，就是要先忏悔的心，要感恩的心啊，最后的话一定是做这一天晚课的时候，这一天有什么做什么，那小朋友哪里知道什么做什么错啊，每天的话最后的话就是三百拜五百拜的话，只要今天的话忏悔做什么不事情不对，就乒乒乓乓一直拜，拜完的事情就没有了啊。这样一年两年他会出天香，那很奇怪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所以我常常给一贯大哈，我把它定，因为我之后我就到读初中以后，大概我就没有接触佛教，所以我跟住金刚经，金刚经我也没有看过金刚经，但是那下因为一贯大一个这么有他们金刚什么别论，我也搞不清楚那些东西，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因缘。就是因缘啊，所以各位，我跟各位讲呢，你如果读经方法不对，那个没有见光，那当然你的方法就可能要去弄啊。香的话，就因为这个是累世东西，你那个几天跟那些东西累世，它就会那个一个根到一定境界，它会出现。我自己严格讲啊，我自己知道我前世以前的话，曾经在做什么事情的话，我的特色不是这个，你特别注意看。有一个，因为大家一定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啊、哦、看到你自己啊，所以这个香的地方对我来讲啊、哦、是一个比较很亲切的，就是现在对闻天香对我来讲是很亲切的啊，有很大的佛事去看一看，我也反正有没有我大概知道啊，有没有迎接我大概知道啊，知道的话就说你反正就是用一个反正世界很大，我们也不一定都看到什么东西啊、哦、都已经尽了解啊，这个是有的啊、哦，各种的天，而且香的程度，大家那个天香程度不是都一样的，不是这样啊。给我最影响那个就是我到去年姻缘很好到日本去，那个守神那个生香的话，跟一般还不是很震动，很那个很香，但是它就是它是有一种神灵在那个地方，一种神灵你就可以知道它有神灵守在那个地方啊，就整个里面，因为这无色界我们是没有办法会接触到的。啊、所以要互相的尊重，就在这个地方、哦、啊，等一下你要知道释迦牟尼有很厉害，他给你鼻眼耳鼻舌就一跟你讲啊，可以看到三界外，看到三界外啊，一般法师也大概就是这样给他解啊，等一下还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还有六根互用，释迦牟尼我今天才最后的话才知道，哦，还不是他不是在要讲这个，我以为他以前就是要在讲这个，讲这个的话可能他不是，世尊在讲这个六根的时候他不是在要讲这个，
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一谈，你大概就清楚了。啊，这我们有盐在那个地方，过来的话，也比一个病人，我就跟你讲哦，六根里面，因为你哪一根的话，你很突出，那是不一定的。你看那个，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他是叫你修耳根圆通的。哦啊，你哪一根会很突出很锐利啊？我跟你讲说我可以嗅天香啊，但我跟各位讲哈，那个不是我的真正特色，不在这，我的那个我鼻根有，但是不是我的特色。我还有一个地方你特别注意看，你大概，因为我久了，我大概我才读了哪一部经，我突然知道了哈。657页来，现在讲舌头，舌头哈，舌头的话，你看那个。经文的第一段哈，若好若丑，对不对？若美不美哈，那好的当然就是细的嫩的，我们的感受就这样，越细越嫩越好，对不对？啊，一定是这样啊。那个丑的一定是越粗的越硬的，那你就不喜欢的，那个叫丑的啊。如果那个美的话，当然就甘甜美的啊。如果不好的，当然就是不捏啦，那些东西啊，这样你就要这样翻译下去。好，那我们看那个东西，第一段哦。佛说再谈舌根清净的功德，常清净啊！如果善男信女能够受持《法华经》，或念读，或背诵，或解说，或书写，印制流通，当得1200舌功德，舌1200啊，跳一个哈！不管是细嫩好的，或者是很粗硬丑的，这个我们心里就这样，如以为如何加啊？那如粗烂的如不爱哈？啊，那甘美的甜的那个，你看的，所以我们它要几度一直都上去啊！如果是不美恶味的。那个都味道都不好的，以各种苦的色的食物，在受持《法华经》的舌根的话，都会变成上等美味，好像天上的甘露一样哦，没有不美味的。你要各位知道哦，你这个地方我当时要假扣爱堂假爆感官哦，因为有一切的话，你好像是山珍海味，尤其如果是得到恶病，那是你得到坏的东西的时候，那你的那个的话。那个货的美味的话，那个是不一样的哈、哦。你看人家癌症，有的癌症的，你知道癌症的话，那食疗，你知道人家怎么做食疗的吗？食疗你要食疗也要忍得住，食疗的话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所以食疗的话也是一种癌症的治疗方法哦。是把因为你为什么得就，所以得癌症的话，而癌症不是留遗传的。你就把家的冰箱打开来看看，你要吃的那个大概就是你食物的那个偏好度是一样的东西啊。你长久就没有注意在那个地方哦。你看那个食疗的东西，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啊，就做到乡下去做那个有机那些东西，那都是吃什么？吃猪吃的啦，吃牛羊吃的啦，是这样的哦。哦，我告诉这个地方，我告诉各位哈，你如果身体好的，你有几道东西你可以吃的哈。第一个，你那个你如果是消化系统不好，你看的番石榴的那个在长番石榴，你要长番石榴的那个叶子最尾巴那个叶心啊，你如果身体你哪个肠胃不好的时候，你就摘那个嫩嫩的那个拿来啊，你把它洗干净，你就这样浇下去啊，大概那个排泄那个你那个哦会泻肚子那些，大概维生素也很多啊，你看看哦，那一般人都跟你讲番薯叶，还有人跟你讲番薯是有机的，那个是不知道的人在讲番薯哪里是有机的。番薯的番薯叶你吃完以后，只要这样一丢下去，只要有泥土的话，有水的话，它通通都长起来，还什么有机没有机？番薯是长在干净的地还是什么地？番薯又种番薯根本哪里有撒肥料？更番薯的话，番薯就要弄下去的话，乡下你的不没有不乡下不是乡下还在你在以为种番薯哪里有弄肥料？番薯呢就弄起来就自然长成的。那个番薯你如果最新的那个地方头的地方那个也是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清楚哈、哦。我早上跟我跟这几天我跟我太太讲，你那个蚕宝宝吃的那个东西，你那桑叶有一种是会很会长桑葚，一个是叶给蚕宝宝吃的，那桑叶有出来，你就把它的后面的话摘起来，那个就是你很多是身体因为机能力不好的东西要补充，这些东西总是会啊，你有的人他们是到那个农场去那个看那个。多吃那个很粗的哦，那个动物吃的那些东西，跟那个去嚼汁，没有不需要不太那个东西啊。你就像吃这些东西的话啊，你还可以补，因为就是你阅历那些东西的话，把自己怎么补好啊？这个的话，所以东西的好坏，它就跟你讲你受持《法华经》的关系，你会改变你的那个东西啊。我跟你问我那我什么东西都吃
啊，因为瘦子以后我不能不吃肉的话，我会不舒服啊。什么东西我家没有好吃坏吃的，我以前我这样我家呢大家吃光的，通常我出一我好像是出一桶，我什么东西我都吃，我是没有忌讳的。啊，越不好好、啊、不好吃的，你就把它当做啊，可能这样这个是原生味。啊，好吃的可能家是人家品种改的，啊，你就这样好啊，先把原生味吃一吃，因为这原生对你身体最没有损害的，因为你心态是这样。啊，所以你对每一种动物、每一种食品，你不会说它好吃不好吃，啊，什么都吃，啊，你不好吃你就讲这是人家原生的，人家是没有加工的，啊，所以它没有加工就是这样啊，啊，人家那个是品种，你以为那个几度几度是就几度吗？那个都在根里面是埋那个肥料，不知道埋它那不知道几那多少度数才有这种结果的嘞，那是从肥料上面、从品种上面都已经基因都改变的，所以说现在人的文明病那么多，那不是甜啊，像现在很多那个水果不是它原生就是这么甜的，因为它要达到一定的甜度，所以它在用蛋白用什么回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它会试要怎么才能够改达到一定甜度，要加多少才能够啊，所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虽然它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的。对你就好像手机有对我们有没有害，有那卖手机人当然说没有害啊那个改品改人个当，因为你要甜度要到18度17度啊，他没有加那些东西，他怎么有18度17度呢啊，所以那肥料不管有没有效啊，他就一定要加那些东西才有那个甜度啊是你自己需要啊，你想那个东西啊没有的话你又嫌它不好吃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跟各位讲你要养生要怕，因为无形中的话很多东西你自己因为你吃下去你喜欢啊，你也就有的东西你要把它排掉，那是一定的哦，一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你说读法华经的人会怎样因为你的舌根你的基本态度啊就这样，遇到你没有什么不好吃的，没有什么不好吃，遇到你什么都好吃啊，你得了癌症之后的话，你通通都要改变啊，你以前喜欢的通通都不行啊通通都要去原始那个东西。你日本那个食疗很多，你去看他的癌症的以后的食疗啊，就告诉你都是一些青菜啊，都是一些大概我们养猪养确实养那个东西啊，都原始那种啊，去嘎啊，整因为这样的话替代你的食物从那个地方整个身体做那个地方，那变成一个比较痛苦的哈，整个那在那个地方啊。下面这段的话是一个你如果受持法华经包括你声音的话哈，所以这个地方下一段的一二一开始你看先看黑子哦，若以舌根于大众中有所演说的时候会出声妙，黑子657的那个黑子哦，最底下若以舌根的话，你因为你受持法华经，你的舌根的话，你在大众中演说的话，你会出声妙啊，声的妙声啊，能入其心，对方就很能够接受。刚你刚才讲一叫你五言那里哈，接令欢喜哈 啊你看你看也能够又于天子天女啊，诸万天师啊，闻是声妙音声的话，有所演说啊，言论次第的话，打开让我来听啊！你再看他这一段为什么写这个？等一下一开最后结尾，你大概就知道了。换了六五八这段很长哈。来，如果以清净的舌根于大众中有所演说的话，能发出深静的美妙的音声啊，能打动听众的心，使他们欢喜快乐。还有诸天的天子天女及第四天梵天等啊，因听闻这声妙声微美妙的音声啊，所演说的言论有次第也都来聆听，同时有龙王龙女夜叉女乾闼婆这天龙八部乾闼婆女阿修罗女迦罗罗迦罗女紧那罗女摩诃罗伽摩诃罗伽这天龙八部哦，为听法的缘故都来亲近去恭敬供养。另外佛教四众弟子比丘尼优婆及国王王子群臣眷属小转轮王大转轮王和他们的七宝千子内外的眷属乘坐他们的车轮年与切都是这东西五贯有官位的车轮年与千来听法因为受持法华经的人的菩萨善巧演说妙法的缘故，至于婆罗门居士国内人民都尽他们有形的寿命随侍左右恭敬供养，
维摩经这样讲，或以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哦，皆为世尊同其语的世尊讲讲他们语言，跟他们一切相程度讲他们那个哈，是者神力不共法，或以因缘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那普得受行或其力，哦，是者神力不共法，或以因缘说法，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是者神力不共法，这三个讲那个东西，那没有关系啊。刚开始你要这个好像讲很多东西，这样讲法师也就这样讲下去啊。也后来原来他是有一定的用意，他是在讲为什么晋级这些东西，让你觉得很多很多啊。到最后面你一把它归结啊，大概就为什么要这样铺陈了。六五九。又一切声闻必知佛菩萨诸佛，这就四圣啊，常乐皆见他啊，这也借受之法华经者所在之处，十方诸佛都加庇护佑，并向他所在的地方说法，既能受持一切佛法，又能发出声妙的音声，转为众生说法。那下面就是一个句子哦，句子里面你看，那在句子里面第一个句子，你看世人舌根尽，终不受恶味。你看其所有食啖，他不所有的食啖不是食物的东西哦，到他的口中都变成甘露，心态。完全不是植物的好坏吃，就是你个人的心态都哪个东西啊。我当下我才是干扣也是干的呢啊，所以你看我喜欢苦瓜啊，好多人是不吃苦瓜的嘞，好多人不吃苦瓜，你给他讲苦瓜他就苦得要命呢，他不吃嘞哦啊，所以你就心态啊，就完全心态的东西。好，下面阶段哦，此事世尊想要再次宣达上阶义理啊，而以具体说，受持法华经的人舌根清净，此中没有恶味的恶味的感受，他所有的饮食的话，全都在他到他的嘴巴都会化成甘露，以声尽美妙的音声与大众说法，用种种因缘、种种譬喻说引导众生，哦，使闻者都心生欢喜，尽献上禀供养诸天龙、夜叉、阿修罗等八部众，哦，都以供应。上面的话都一个一个举，他这个地方就比较简单，只有天龙、夜叉、阿修罗等八部众，天龙八部都以恭敬心一起来聆听，哦，啊，下面的话是讲你那个说下一段哦，说这说法的人，若想将微妙法音遍满三千大千世界，随意即能传遍大小转轮王及千子眷属的话，虔诚合掌以恭敬心，常来听说妙法，诸天龙、夜叉、罗刹、毗舍奢的话，就是那个持国天王的那个鬼所率领的鬼众，那个毗舍奢的是鬼众哦，鬼哦。这另外就天罗刹阿嘎毗舍奢搞在贵那个持国天王所带领的那个鬼众，也都以欢喜心常来供养那个梵天王的色界梵都是清净嘛，所以那就是色界的那梵天色界已经在超过欲界的，在色界上的梵天王啊，那个魔王的话是欲界的顶端的魔王，自在天的话是欲界的第五层。啊，大自在天有两个哦，一个是在色界的最上面，那个叫做他化自在天，啊，前面有一节有一个一五二一五三，你去看一下一五二一五三的话，对大自在天有解释，一个是摩西首罗天，很奇怪，在色究竟天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成圣的人在那个地方，那五不还天或者是菩萨要等那等觉妙觉，要等佛给他加批，就在色究竟天。但在他同等的一个地方，他有摩西首罗天，他是跟他对等的。那摩西首罗天，那就是魔王啊，他是跟这边的对等的。哦，那也在大自在天，所以大自在天有两个，一个是色究竟天啊，一个是在欲界的第六天，就他化自在天的大自在天，一个是在摩西首罗天啊，在摩西首罗天的话，就在他摩西首罗天是在色究竟天。色究竟天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你自己到了那个声闻众的第三果阿罗汉以后，你不想到世间来，你就到五不还天去了，就到那个地方去啊。最高就是色究竟天啊，想修成菩萨已经到了八地、九地、十地啊，到等觉妙觉那个地方要转化为佛，也在色究竟天，都不是到无色界去哦，都到色究竟天啊，在他同等的地方会引诱他，那个叫做摩西首罗天。啊，那也是魔王坐住的地方，他跟色究竟天就隔壁，啊，两个的话，他你看，你不活魔的话，两个，
两个就弄在一起啊，所以大自在天的话，它是比较范围比较广哦。好、啊，这些诸天翻过来喽，这些诸天众常听常到说法华法华经的住所，十方诸佛及佛弟子闻说法华经的音声，常善护念守护，为他们现身加披。好，就过来就过来生根喽、哦，生根清净啊，生根清净过来就一根清净。今天可以讲，你看。前面就讲两根，今天可以讲四根啊，整个里面啊，后来他为什么这样？好像说啊，你看得到，看好像是讲很多啊。啊，这一节的话，一般讲经的人都把它变成最后的归结，就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有经文的意义是这样，但是可能原始意义不是这样。我们先把经文的意义把它解开来啊。661，你看哦，佛说在谈生根清净的功德，眼耳鼻舌能供啦，今晚过来生根哈、啊，啊，常清净啊，如果善男信女能够受持法华经，或念读，或背诵，或解说，或书解，印制流通，当得八百生，生只有八百，当下你接触，他不接触，八百生功德，得到清净的生根的话，好像洁净的那个琉璃，哦、啊，众生都琉璃，大家都喜欢。哦，都敬爱喜欢。第一个，这底下分四个。第一个，他生根清净的缘故，对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无论生死死时上天堂下地狱，美好的丑陋的生善处恶处的话，都会在他的清净的生根现出。一按呢，以生根清净，人家都会在他身中显现，都显现出来。第二个，铁威山、大铁威山、弥罗山、大弥罗山等诸山，以这些大山中的众生的话。都于他的清净的生根中现出，你看范围这么大，他的生都会在他的生中显现。那大也第二个、第三个的话，下至二比地狱的话，上到有顶天，所有的境界和一切的众生也都会在他的生中现出来。不论见空里的声闻众的话，都是成功所及的声闻啊。那个的话，必知我的话，就是见如，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都是虚幻的。那必知我的呢？哦，或菩萨的话是妙有，因为菩萨是注重六度的妙有啊。妙觉的话，对诸佛的说法，都能够在四圣人也都会出现他的色身里面。换句话讲，这是什么？他一个色身大还是小？一个色身是小的啊，所有的你看东西都能够引现它的一面都啊，这个就跟那个就是戒指那须弥理论，一般都在解释，都在解这个地方，都在解。但是也可以这样说了，但是真正用于在这个地方吗？那不一定哈、哦。那看看661的的第二段。此时世人想要宣达上界义理，而以据说受持法华经的人，他的生根会变得非常清净哦，就像那个净琉璃一样，众生都喜欢见到哈，用那个洁净明亮的镜子能够清楚映现各种色相，受持法华经的菩萨啊，于清净身的妙用能够见到世间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见到哦。这境界唯独菩萨自己明白了解哦，其他未学法华的人是看不见的啊。下面的黑子哈、啊，下面黑子的三千世界中一切群门类哈、啊，一切诸群门，群门的话就是众生啊，群门就是众生。那个门的出生的那个，因为它是一个那个出生的芽，那个群门的就是众生啊，就很多的那个众生哈、啊。你看他的那个黑字的第二段，你看皆以身中现有没有？你在身中现啊，在最底下的一行，你看的我最尾巴，你看皆以身中现，都会跑到他的身中的话，都能够也藏这个一切啊。翻啊，第三翻过来662的最尾巴，你看说法悉皆现，你看啊，然后。再一个下子，一切于中现，都在他内心的话，通通能够包含这一些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三千大千世界中的的一切众生，不论是天神或世人或阿修罗或地狱或恶鬼或畜生，这些众生的种种色相，均能于生根清净的人中显现出来。诸天的宫殿，甚至于有顶天的宫殿，铁围山、弥罗山、大弥罗山等及各种大海水，均能于生根清净的人中显现出来。十方诸佛及佛子声闻、缘觉、菩萨等，或独处闲静。或在大众说法，均能以生根清净人中显现出来。虽然还未得到无漏法性的妙身，因为他这还没有得到妙身、哦、而以父母所生的清净的生根的话，就好像如镜现影的话、哦、就好像你那个生根就像镜子一样啊，那其他的东西都像影子，都会在那一切的色相都能于清净的生根中显现啊。这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推那个三组的那个
生产的那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三祖的信心名啊，信心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本届经云得八百这圣论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本届经这样讲，得八百生功德，得清净身啊，如净琉璃，众生喜见。修持法华，如果有成修持法华有成就了啊，可以得到圣意根。那根的话，圣意根就是很殊胜的根啊，转会转变形象啊，具有威仪。内心的话没有污秽。外相的话，清净灵秀的流像琉璃一样，令人乐于相见，心生仰慕。本节经云的话，其身净固，他的身体就变得很清净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不管是生时、死时、上下好丑、生善处、恶处，系于他的身中，他的身都能够清楚的显现啊。铁围山、大铁围山等诸山。以及其中众生的话，也会于系于中现。阿鼻地狱上至有顶，所有的众生也系于中现。声闻必知佛菩萨诸佛的四圣说法，也就都在他身中现出色相啊。这等已将三界内外一切有情无情，一切善尽恶尽出世的四圣说法，都浓缩印在此清净肉体之中，有没有？都在他的身中显现，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上面的那个戒指纳须弥，戒指小小的，但是他把须弥可以纳须弥，能够将十法界的因缘果报现于一生之中。换句话，你的身体的话，所有东西都可以都显现在里面去。又好像是什么呢？掌中有阿摩罗果，就讲你手来对。贴几条按摩罗果，贴几条那个印度那个按摩罗果的去，因为你弄得很远，你看不到，弄在你手上，你看得清清楚楚哈，清楚可见。那前面的话，如来受量品所解的是什么呢？短时间它能够纳长劫，所以的话活受是无量啊啊，这个啊，比论时间可以是互相是互融的啊。这个地方是可以怎么明在？这个地方是在讲空间啊，明空间的话可以互聚互补，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换句话讲，十法界。的因缘果报的话，都可以现在自己的身里面，都可以现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啊，你只要这样修持的话，都可以弄到这个地方来。好，过来就第七节喽。五十分钟，我们跑了三节了，那剩下这一节，这节一根啊，这个也是没有那个哈、啊。你看那个第一根的话，第二校正的第二个妙法华跟天法华对刊的话，本章经节不同之处约有第二节言语那个语言音声天秤座所有语言音声加了两个字。第四节的话闻相知其声天秤座闻者知其声啊知其声啊读诵经典天秤座读诵经法啊坐禅若读诵天秤座坐禅若读经。第七节的着会天秤座会着把它倒过来啊，其他没有关系，其他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异根的话，异根的话是你看那个经文的第三行，已是清净异根。如果你修持法华的异根清净的时候，乃至闻一句啊，通达无量无义之无量无边之意。换句话讲，如果你修持法华经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你就一门深入，啊，就一门深入。那你可以闻经，就是闻一句就短短的一个，或者是一句的经文的话，你可以通达无量无边之意，啊，所有的你都可以通达啊，整个里面，所以人一经通，那就是说所有就通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讲，就是一门深入啊，只要受持法华就有这些功。就有这些功用。好，那我的经文的话很短的话，大概在五佛说再谈一根清净的功德。常清净啊，如果善男信女如来灭度后，能够受持法华经，或念读，或背诵，或解说，或书写印制流通，都一样，这是五等法师，有没有？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啊，你要知道读诵跟读跟诵不一样哦。在他的这边法华经里面，读都是单基本安的念，诵才爱用背的哦。这个地方一根的话，当得1200一根功德啊。怎样呢？他就分下面的话分三个、哦。第一个，以这清净一根的话，甚至只闻一句啊、哦、一句。或者一句简短的经文触类旁通，便能了达无量无边的义理。换句话讲，了解无穷的义理后，你再加融会贯通，就能够演说一句一句，发挥无止境的那个道理。到了直到一个月、四个月，甚至一年，犹不能尽所说之法的话，随其记忆的止去，
都与实相不相违背。换句话讲，只要受持法华经，你只要一到达一根清净的时候啊，你就只很短的东西，你就可以发挥很多啊，就可以尽量的去发啊，就可以发挥。第二个，假若在说世俗文典的时候，处事治理世间的方策啊，或者是营生牟利的事业等，都能够依随正法。你从人家问你什么，你这你个在讲世俗文典哦，在讲治世世间的方策哦，你这营这对不对探及营生牟利的事业哦，你也都能够慢慢的来依随正法，因势利导众生，不会舍本逐末。换句话讲，不管人家怎么问你的话，你通通都会归到我都归到。所以我跟各位堂有一度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哎，你不要用课本，那学生你要想你就知道，你大概这个学生在发问，你要有办法的。他从哪个地方切进来，你要慢慢转，慢慢等他转到你自己的主题来，就是这样，而不是先设定主题，大家这样进来，那个就有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再这样哈。整个里面，你看他，你有的人是在说世俗的文典啊，那这都不是讲佛经的，都在讲那些东西啊。你慢慢把它导过来啊，营生魔力，哎、啊，营生魔力能够把它变成佛法啊，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三，三千大千世界的六道众生，他们心里念念牵牛的形象，攀缘前进的作意。哦，希望分别的细论，受持法华经都能够知晓过来六六五喽。啊、哦，虽还未证得无漏智慧，但他的意根已经如此的皎洁清净。受持法华经的人，一切思维、一切筹量、一切言说，都与佛法一致，无不真实，也是过去诸佛于经中所说的法。啊，整个里面，那、啊、这样的话就是受持法华经的功德是无量的。那下面的话，他就一个句子要做一个总结咯，总结了啦。这个时候，世尊想要再次宣达上这一的二语句子，这样说：受持法华经的人，一根清净的话，啊，那就会聪明锐利，没有染浊污秽。啊，以这微妙的一根的话，能知上中下法，甚至只闻简短的一句一句经文，就通达无量义理。掌握次第，如法解说，众说一个月、四个月，甚至一年，也还不能犹不能尽。这娑婆世界内外一切的众生，就如天人、龙、夜叉、鬼神等，他们在六趣中的善恶心行种种动念，受持法华所得到的果报，都即刻能够尽知。下面哦，十方无尽无数无量的诸佛，各具百无庄严相，为众生说法。受持法华经的人听后能全能受持，受持法华经的人能触类旁通，思维无量义啊，融会贯通，说法也能也无量无量无边的终始一直不忘，更不会揣错，就不揣错的话就错误哦。这都是受持法华经的殊胜法华的缘故哦。过来六六六三个六，受持法华经的人啊，悉知诸法实相，依随经义，善事次第，就是认识的次第的话，都认识得很清楚啊。了达法相的各种种名字语言啊，能如所知，为人家演说。受持法华经者，有所说的话，都是过去的佛所说啊，都跟佛所说是一样的啊。既演说先。既演先佛所说之法的缘故，与大众自然就是无所谓。以上接四首句子，唐窥基法师这样讲：诵真实分为四个，一能持，二不忘，三如说，四无畏。好、哦，但这四段的话，那窥基法师是把它分作四个境界在这样啊、嗯。好，那最后一段了。受持法华经者，一根清净，清净到这样的明了，虽还未得无漏。但以先有如是圣相，此人能受持法华经，安住于稀有之境，为一切众生所欢喜，并受他们的敬爱。哦，能以千万种善巧方便语言，详细分别为人解说。这都是受持法华经的缘故。换句话讲，受持法华经就跟你讲，眼耳鼻舌身意的话，就跟你讲，受持法华经是非常殊胜的。他眼睛可以看到多远多远多，耳朵可以听到多远多，那鼻子的话可以闻到多远多远啊。那个身根的话是多少的殊胜，都通通都纳到他的身体来啊。意根的话会怎么样呢？他整个里面都是哦，只要一门就可以深入，他就大概就跟你讲这些，是这样吗？可能不是这样哦。来，我们看他六根互用。来，六根互用，《楞严经》这样讲哦：啊、哦，诸根无体，对境即有。诸根是没有体的，但对境的话，你就会分开来哈、哦。离境即无，离境的话就又那个根的话没有什么啊、哦。所以诸根本源是一，
但是随着知见沉浸的话，那才分为六，所以六根就会互用，因为你对的境不同啊，所以才分六根啊。原来的话也不一定是有六个哈、啊。有关六根互用的话，《楞严经》列举，你看阿那律陀，阿那律陀的是那个这十大弟子之一哦，他失明，但是他得到天眼，无需借眼而能够得见啊。跋难陀龙王的话，他没有耳朵，但是他用脚去触身。哦、无需借耳他能够听到，那个净且神女的话，他不用他不用鼻子，他可以闻香。迦万波提的话，他舌头已经变异了、哦、但能够他能够尝知味道。顺若多神啊、哦、无有生情，没有生情，他的唯心能觉。那大家摄的话，这酒他一根灭掉，大家修行他已经把一根灭掉，但是他能够了知诸法、哦、这四支六根可以没有，但是非原非六也，六根不一定一开始就是六个，六根是可复用的，原非一也啊、哦，可一可六者妄也哈、哦，那个非一非六者真也，那个利引诸正啊、哦，虽或是业果然后也或由得到啊、哦，其为名不行根则一而已。我们常给各位举例子哈、哦，就那个你看我们的五根手指。五根手指，我们以为大家人类都是剩五根手指啊，事实上你把它，因为你手指的话跟脑是对应的哦，因为你有五根手指，五根手指这边就有五个部门，这五根手指右边就有五个部门啊。你那个人家那个曾什么教育部长，那个红兰女士那个、啊、她做实验，她红兰女士教心理学的啊，你的五个手指头你觉得太多了哈、啊、你就把这，因为我不能有六根，六根人就只有五根嘛啊，你把这两根绑起来，绑个三个月六个月，绑三个月六个月，这脑的对应，他们就在做猴子的试验啊。脑那猴子是头是破开来啊，因为这样一绑的话，那个五个区域的话就自然会萎缩掉一个区域，你因为你四个手指头就够了，四个手指头就够了啊。同样的，你这边也是一样，那边就会萎缩啊。他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语言一样，你小的时候你本来应该会学英文，什么语文都会的，但是因为的话，你在小的时候你把它放弃，那个部分就被那个地方就被填塞掉，所以到老大要再学的时候就很困难。啊，这六根也是一样，不必然是六，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是六根，但是六根那是互用的，是互用。原来的话，它眼根不只有看啊，因为是我们把它一直训练，它只有看的东西。那就像我们一老认为是自己是五根啊，有的动物的话，它不五根啊，三根的也有啊，那哪里是一定是五根的？因为我们长相，我们的基因遗传就是这样啊。那些心理学家的话，他们就非常有趣，他们就去把它先绑、啊、然后把它后来绑到三个呢，三个那个对应就剩三个啊。这科学跟他们是搞科学认定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那个三书里面的书册，最小那个书册哈、啊，啊，度门优坐都是归门啊的静静的坐啊，然后取楞严经来翻覆熟读，乃至诸火涅槃证悟的话，是从六根进的哈。修持法华如果有成的话，能够用父母所生的六根，那个罪过除尽的话，然后清净无浊。那下面的话大体就这样，你六根清净的话，你六根就互具互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要给他这样，那后面就这样，你六根清净，那就可以互用。互用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身体，父母所生的身体。啊，你要去进入圣流啊，然后你要修正成佛，就这样进来啊。我们就开始要十分钟。第一个，这里面这个五六根里面，前面的眼耳鼻舌身，这个叫做外，这个是外是外庄严。一根的话是内庄严，眼耳鼻舌身是外庄严，意的话意根是内庄严啊。你看看他在讲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意根有没有很复杂，他在讲什么啊？刚刚我们讲意即一切啊，然后是六根互用，你在哦今天匆匆忙忙，因为这太忙啊，因为因缘到了哈、哦、他在讲什么，那可能都没有人去发明，因为一直我们一直在讲法华，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回去的最后一部经，那除了那个就讲涅槃，那最后一部经你看他一直跟你讲时间空间因果论什么的呢，他这个你去回去把它严格讲，我是不应该接答案，你去回去把它看一看，那个很复杂的东西是啊，你把它捅起来，他是在讲十法界是真实存在的，
他叫你读的读到照这个地方，读来读到这个地方，他要告诉你，我们每个人存在是在司法界的世界。啊，那为什么他得跟你讲他的人，他司法界的人是那么真实，声音的话是这么真实，所以你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你回去看，他上面有四圣，佛、菩萨、圆觉、声闻，他一直你要大概到过来，他到给你比这个，然后他给你举了很多的天人，然后你看他讲我们的人类，有没有？你回去你看他的就这样铺陈。人类下面的话，他很多跟你讲很多的动物，那些那个天龙八部，那个都那都都在这个地方。天龙八部在天人的地方，哦、啊，然后再在人类，人类的话，他也给你举了很多的例子啊。然后下面动物，然后可以看到阿鼻地狱的畜生，那都有。所以是活的话，他告诉你他要回去的，他不是只有在这个一个法，他是在告诉你。讲这么多，你有时候觉得他啰嗦，他跟你讲在天上跟讲什么声音什么，那都是告诉你十法界的每一法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啊，你不要只有看着，就只有我们人的这个眼光，就只有存在人这个阶段。他叫严格讲，因为你这个时候也没有得到天眼，也没有得到天耳，那只是要告诉你他是非常殊胜，那告诉你要活着。从一个佛教里面，他告从那道的本门里面，他告诉你佛的寿命是长远的啊，你要进入法性，他告诉因为这个地方他就接触这么复杂的东西，讲得那么远，就是一个十法界，它是活着里面的，你叫修持佛法就在十法界里面啊，你现在是人类是在这个地方的啊，你用这种态度去读，你就不会觉得它是很啰嗦的啊，他给你讲那个是那个是哪个界的那个，反正那个声音的话，那个他就是他都没有虚假，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你这样建立的话，佛法到这个地方就你看他一直这样建立起来的咯，他整个理论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只是说他没有哦，他不会告诉你说我现在是要告诉你什么，要告诉你什么啊？因为读经的人啊，大理上是出家人，时间很多啊，所以的话，他说到了生根的时候，他就通通都看到内根，通通看到里面去，哦，他就给你讲那个那就是一级一切一切归是没有错，但是释迦牟尼佛大概没有那么要你学的那么难。不是要叫你学的那么难，他告诉你每个法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啊，你不要只有停在用父母所生的身，你不要只有停在那个这个人的这个法界，这个法界的话告诉你，因为佛教要建立，你不要停在那个法，你上面还有四圣哦啊，你这样的话那、啊、下面的话会轮堕的啊，这样的话他佛教建立就有他的那个啊啊。再要谈的话，这个是整个里面，因为一根哦，那个是比较那个是大概要讲唯识的时候才会说的。那个因为一根哪个是一根哦，那个是唯识学上，那就不一定今天可以谈哦。今天就看这个地方，你也不要弄得太难，你也不要弄得太难啊。你就说他这样跟你讲很多眼耳鼻舌身啊，你看你一个一个眼根的话，就会那个东西，因为天眼都没有得到，但是可以为什么可以告诉你说，凭着经历就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他就要建立他的司法界，司法界建立起来啊，这样的话这部经就这样可以弄得下去。 OK， 这样的话会比较，这部经的话会比较严整的那个那个把它成立。所以有的时候不硬要因缘大，没有因缘大，一直常常也就觉得六根互用的话，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发明哇，一即一切好像也是讲的这是有一定的深度啊，大概大家都没有去想到，就是说它是《法华经》是一个体系的要建立，因为最后的话是一个佛法要怎么能够长存，要怎么能够推演啊？这个是比那个推，它不是在谈论名相啊，也不是在谈论什么那个很深邃，因为要回去的谈论很深邃的东西，它没有办法传下去。它是要这种理论大家都能够接受，告诉你人类是活在这个地方，你上面是有哪些是你呢，因为你这样修持的话，你可以达到那种境界去啊，你一退堕的话就到下面去了，就到下面去了啊，这样的话它整个的功用哦会是那啊。今天我是不演啊、哦、不把它演那个一根，因为那个一根的话它是一根的话，因为是小圣跟大圣说法啊、哦、不一定是相同的。 OK， 那你这样的话你再重读这一品哦，你在读这一品
啊，你的话，你这个看法就那每一根都是有六，都是十法界，每一根的话都是十法界啊。十法界告诉你，十法界是真实存在的啊，你不要怀疑啊，你只要你有你修定修的话，你一直就进上去啊，没有的话就没有啊。如果要再推演的话，大概就是四圣的排法啊，四圣排法这里面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他指四圣的话，他只你看他四圣，他讲的他四圣六凡，他是有说清楚的哦。四圣他都挂在一起哦，四圣他都挂在一起啊。六凡的话，他天龙八部天人的话，他是弄在一个啊，动物的话他弄一个啊，下面地狱他弄一个啊，这样整个的话，他大概都是一个完整的哦。啊，今天的经就到这个地方，解经就到这个地方哦。要从前面一直要看着来哦。跟各位讲，我修这部经，我就修到这个地方了。大概我在下个月我就会送到印刷厂去了，啊，这次修我大概会，有些东西我们一直弄，把它弄难了啊。就我因为最近在讲，在那个我的那个活动中心在讲那个法，讲那个坛经，以往讲都是用修行人的角度在讲坛经，而现在的话好像有的时候因为人家年纪大，你不要用那种角度在切的时候，那坛经好像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应该是可以改的。应该是可以改的啊，不要用这样，因为老用这样的角度去谈。像今天我最后的话，我最后是匆匆忙忙已经要来上课了，我是认真的哦，我有空间的话我就读经哦，我就一直读我的那东西啊，就翻着坐着读一下啊，因为是最后已经剩下时间不多了，我进入又拿起来看啊，怎么每个他都讲的那么复杂，都到天三千大千世界内，三千大千世界外啊，这样一个这样的大概一下都每个都，我本来要写在这个地方，我本来要写一篇导读，六根的话我只要写一个导读，那其他的五个都是这样接近。后来我想想不对，他这样的话他用意的话，他给你讲每个地方的话都给你讲，他那到那个地方的耳朵是看到什么，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什么，耳朵看到什么，那闻到什么东西，他告诉你那个地方都是真实的，你不要怀疑，而是你境界还没有到啊，你要修那个地方啊，那到下面也是很可怕的，你不要说没有，那个地方是有的，那这样的话那司法界就建立起来了。 OK 啊，就到这个地方，那十分钟做运动好了啊，就这样的话会比较那个啊。我每次讲来讲去我都给你讲这个哦啊，我这个的话是我自己造业，我没有跟你讲要成佛，我都一直跟你讲要进入圣流哦，我讲来讲去就是进入圣流啊。你看看我这个是进入圣流，是好像我在红金的那个当中目标啊。成佛的话好像哦，我并没有把它，但成佛一定是我们的终极，我没有说不要成佛，要成佛啊。当然成佛的话是你把它当作一个更高的目标啊，进入圣流是这一生一定要去达成的啊。就到这个地方来好。